大谷铁器源自一位丈夫对妻子的爱。创始人林允进先生原本是波若科技的创办人，因为一位医师对林夫人的建议，于是投入对铸铁石器的研究。在遍寻不着令人安心且满意的铸铁壶和铸铁锅，因此以制造出绝对令人安心的健康石器这样的初衷，创立了大谷铁器。市面上不锈钢中的304或316都含有铜、铬、锡、镍等重金属，当加热以后，分子动能会逐渐增强，等到烧到变色之后，就会产生毒性很强的六价铬。就算是被称作钻石或是陶瓷锅的不粘锅，都是铝合金锻造成型后的产物，再加上致癌的氟化物表面处理，加热后产生的毒物对人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大谷铁器秉持着要带给世人最好锅具的初衷，采购自巴西及南非无辐射污染的低杂质生铁，铸铁熔炼前采样检验材料成分，经过脱蜡铸造，成品只有2到3毫米的厚度，再加上二价铁处理，使用起来可以让二氯甲烷或是石灰质消除，中性的水也会变成弱碱。内部位上涂层的铸铁，在喷煮茶水的过程中，会慢慢释放亚铁离子，容易被人体吸收。大谷铁器以独有的卓绝技术力，在每个制程细节层层把关，让民众吃得安心，也用得放心，能代代相传的使用下去，天天喝铁壶水，吃铁锅料理，不但享受食物的美味甘甜，还能拥有气色红润、元气充足、健康喜悦和青春永驻。